吒降世。商朝末期，商纣王残暴，天下烽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私欲膨胀的商纣王与天妖勾结，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。远离中原的西南，有一座富饶的小城，它是茶马古道、茶船古道、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。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，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，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叶扁舟，摇摇欲坠。而就在这一天，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，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。大家都说啊，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，真的假的呀？这还能有假？有人说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。夫君，这城主，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，撑到今日已是奇迹。此刻临产，夫人与胎儿实难两全，再不决断，恐夫人性命难保啊！夫人，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，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。拦住他！还不停下来！你！快住手！那是我们的孩儿。孩儿们顽劣，就拜托先生了。二位有心了，老夫自当尽力。城主，哪吒少爷和哈大、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。这三个孩子定是偷跑出去了，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。哪吒这么顽皮，你抓得回来？哎，一起去吧。哈哈哈哈，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，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。来尝一点。这起厉害啊。哪吒，你又偷跑出来了吧？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。我马出来了。小心。我的摊子！不好！他的妖妹！你给我停下！太好了，我们穿得漂亮！哎呀，这娃娃真是神力呀！是啊，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。你说什么？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？可不是嘛！有这样的少城主，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。哪吒，接着！哇，博库啊！又出风头！算你有良心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走。还不回去？城主给我们找的理学老师今天到府，还没去拜会呢。什么理学不好玩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。
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哦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。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，直到鸡叫才会停。我都等不及了。换帽子？高叔，这换帽子也太危险了吧！妹妹，抓紧！小心！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，行行，必须阻止他们。哪吒，你想干嘛？别冲动！这个东西很好玩吗？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顾。那是我的帽子，不要！这哪吒，哪吒，哪吒，困住我！哪吒，哪吒。竟然还敢玩！哪吒！我的帽子，给我碰！力气好大！知错不改，请教训！不行，哪吒，双塔镇压水脉，别莽撞！对呀，鸡叫，鸡叫声它就不闹了。白塔精灵，黑塔精灵，你们玩闹可以，可危害到百姓就不行。百姓的力量可以建造你们，也可以推倒你们。小小警告，好自为之。不错，不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黑塔、白塔戴错帽子了。这不妙，不妙啊！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这是要惹来祸事的。什么？说我惹来祸事？这简直岂有此理！站住！父亲，这孩子。父亲，父亲，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这些人，哪吒，昨夜的事为什么要做？为了帮助别人。帮到了吗？当然，我们不止救下了渔夫兄妹，还镇住了胡闹的金灵。既然这样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？这，哈哈哈哈！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，但你不为名不为利，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，自己无愧，何必争辩？救世济人，自己无愧吗？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，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你才是莫名其妙，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，还不拜师？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山巅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